如果一个跟你很亲近的人突然背叛你了，你是想说王助理是我妈的奸细？我好心提醒你，作为你的助理替你着想，这是我的工作。的确，我昨天去见大长总了，本来是想着跟他表示感谢和告别，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走了。你必须走。程立，开门！我以后就要住这个房间，那就是女王大人我的。等我有钱，我就把这个房子给买下来，然后把你也买下来，然后你就给我住在那个保姆间。